多做事，少说话，少发表意见，天天啰里吧嗦的，对你绝对没好处。而且呢，交朋友很重要。我提醒你，交朋友很重要。近朱者赤，近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找一个精进的，天天就是甘之如饴的，做者事，是不是啊？什么都对，反正就是做就对的，这你就会提升了。天天呢，两个人没事干，天天你一句我一句，反正电话费像不要钱，对吧？所以天天一句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两个一起买车票快一点，是不是？携手同心，不是往上就是往下。可怜呐，修成这个样子，还不知道赶快自省自清呢。你就等无常叫你清醒的时候，快一点，再来吧，等来世吧。